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一审第一章公诉第二节起诉第264条起诉之程序与起诉书应记载事项提起公诉应由检察官向管辖法院提出起诉书为之起诉书应记载左列事项一被告之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住所或居所或其他足资辨别之特征。二、犯罪事实及证据并所犯法条。起诉时，应将卷宗及证物一并送交法院。第265条，追加起诉之期间、限制及方式。于第一审辩论终结前得就与本案相牵连之犯罪或本罪之诬告罪追加起诉追加起诉得于审判其日以言辞为之第266条起诉对人的效力起诉之效力不及于检察官所指被告以外之人第267条起诉对事的效力公诉不可分检察官就犯罪事实一部起诉者其效力及于全部第268条不告不理原则法院不得就未经起诉之犯罪审判第269条撤回起诉之时期原因及程序检察官于第一审辩论终结前发现有因不起诉或以不起诉为适当之情形者得撤回起诉撤回起诉应提出撤回书叙述理由第270条撤回起诉之效力撤回起诉与不起诉处分有同一之效力以其撤回书视为不起诉处分书准用第255条至第260条之规定